My move is that, yeah. Let's do it. And this is our world, yeah. And this is our life, yeah. And this is our movement, yeah. And this is our time, yeah. And this is our time.我在做 Food 2那期节目的时候已经猜过 Food 3不会有太大的工业设计上的变化，毕竟这种开合方式通过看其他厂商的跟随脚步就确定了这种开合方式是目前这种折叠手机最好的解决方案。果不其然啊， Food 3很给面子，那外观就是这个样子了。三种配色实际观感绿色和银色更好，正面的话其实略有差距啊，但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背面的上图模组我觉得要比上一代好看太多，单边薄了 0.5 毫米，长度短了1毫米，轻了8克，手感呢都差不多。这次呢支持是防水 IPX8，I 代表防固体性能 ，P 代表防液体性能，也就是说防水不防尘啊。但不管怎么样，折叠能做到防水已经很牛了，非常考验铰链的工艺啊。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是通过一段开合自扫灰的绒毛来避免灰尘的堆积啊，而增加铰链的使用寿命。至少三星在防水这上面啊绝对靠谱，所以第三代拿在手上整体感觉会更加成熟。这次的外屏也升级到了 LTPO 实时刷新的屏幕，60到120赫兹，内屏是10到120赫兹，内外屏都是目前三星在售机型里面三种屏幕类型的顶级屏幕，二代动态 AMOLED。 我曾经吐槽过啊， Fold 2它的摄像头内部挖孔啊，在三星当年旗舰里面算是最大的了，而且内屏作为一个类似正方形的屏幕，它又属于那种半屏居中的挖孔，所以导致你怎么看节目啊它都会有影响。这次索性内屏就采用了屏下摄像头，也是三星第一款搭载屏下摄像头技术的手机。实际体验下来呢，咱也不谈那些技术术语，我就用最通俗的话讲一下，这个摄像头依旧是挖了一个孔，但是呢它在表面做了一层膜，这个膜可以根据屏幕一样显示任何东西，然后当你需要用到前置摄像头的时候，这个膜就会变成透明的，此时你就会很轻松的看到屏下摄像头的整个模组。因为这个结构啊，这是市面上进光量最大的屏下摄像头了，这个膜平时肯定能看到，具体观感呢就是像我实拍的这个样子。这次屏幕素质呢更加抗造，它同样支持了大猩猩期待的 Victus 玻璃，因为二代它就已经是柔性玻璃，所以说在第三代上你通过触摸和书写比较是感受不到差距的，这个只能通过长久的时间考证才来决定耐磨程度。但是至少从大猩猩玻璃来讲，这点的加持是绝对会提高实用性。在今年的国内厂商啊，有一些也应该会拿到三星的二代 UTG 柔性玻璃，我们拭目以待，看谁拿得到。三星这次官方并没有给它叫第三代玻璃，而是在第二代的基础上把材质变得更耐用，我们姑且给它个2.5代吧。这次四周的边框啊也用了铝装甲，也没有过多的线条修饰啊，直上直下，简单暴力，比前代也会更加的稳固啊，拿在手里也更扎实。关于折痕问题啊，折叠屏的屏幕啊，其实从第二代开始都属于这种正面看不到，根本不会影响你使用，从侧面绝对能看到的存在。三代观感啊也是一样，但是如果你把屏幕放平啊，就会明显感受到全新一代它真的把屏幕做平了。如果你说全屏也不合理，因为你用手指还是能轻轻感受得到一点凹，但是你用 S Pen 来书写，目前来讲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我之前一直云体验，担心笔尖在上面写起来会有异样，目前这个顾虑可以打消。说到书写啊，就说一次，这次全新适配的 S Pen 配件，也是有两支笔，一个是专门为折叠配的，这个笔啊只能在 Fold 3折叠屏使用，不会向下兼容，其他 S Pen 的手机就不能用。然后还有一款 S Pen Pro， 这支笔比普通 S Pen 更大更粗，带一个物理按键切换，可以随时切换硬屏和折叠屏的书写设备。仔细看这次折叠的 S Pen， 其实它比普通的 S Pen 啊有一个微小的区别，带有一定的缓震在笔头处。如果你非要拿我们普通的 S Pen 啊去在 Fold 3上使用啊，你的 Fold 3也能识别友军，而且也有悬浮笔处。不过呢，还会有一条温馨提示，大体意思呢就是给老子花钱买专用的 S Pen， 谢谢。这次有了双卡双待，电池缩水了100毫安时。在我用 Fold 2那段时间啊，这种组合性的电池续航其实要比单块强，但是新品缩水了100毫安时，难道这是因为这 0.5 毫米的厚度？然后看一下系统 ，YUI 4.0 啊，个人觉得肯定是跟着明年 S22 出，毕竟 YUI 连 3.5 都还没出，官方搭载的 YUI 3.1.1 啊，这个点一也其实没有太大区别。目前看起来最大的应该更新在相机上，我们的自拍以前只能识别两人，现在呢屏幕自动根据焦段来放大缩小，可以识别到四个人，而且距离呢也从2米变成了3.5米到5米。这个功能啊，日后其他机型肯定也都会更新。 Good Lock 进去之后呢，看起来是不是感觉少了一些什么？没事，其实官方多了一个实验室啊，是把所有折叠能用到相关 Good Lock 的插件又重新制作集成在了设置里，这样对小白还是比较友好，毕竟不是人人买三星都知道有个 Good Lock。 实验室的大体啊，其实就是和 Multistyle 里面的5i 折叠部分功能重叠，快速分屏，强制应用适配，让应用适配方面啊，在这个趋于正方形的比例屏幕上会变得更加优秀，这个我们日后详细体验再说。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Flip 3。 Flip 系列啊，从诞生以来
它就一直是一个以感性为主的产品，不实用但我一定会买，颜值决定一切。虽然它的折叠展开啊，并不会给你带来比其他手机更多的视觉面积，合上呢又是双倍的厚度，只是换来了一种方式收纳。对于我们男生来讲，揣兜子里大差不差，对于女生来讲，这种收纳方式确实能让你的包包大小有更多的选择。所以 Flip 系列啊，以它独特的魅力，男女老少通吃。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反正以我个人而言，我确实挺喜欢的。这一代的外观要比上一代好看太多，这种双拼啊，是我天生没有抵抗力。整体双拼的配色啊，让这一代更加的中性啊，男生使用起来完全无压力。实际四种颜色，我个人比较喜欢绿色和黄色。如果你让我说上一代有什么诟病的话，很简单，没有双卡双待，肩窗和电池都太小了，没有快充和高刷，价格太贵，其他我都觉得还行。这一代外观不说了，就是这个样子。手感尺寸的话，长宽各缩小了1毫米，也就是整体小了一圈，解决了高刷问题，有了 IPX8 防水。前后的玻璃背板和内部的柔性玻璃啊，都是最新的康佳大猩猩 VX 玻璃，重量不变，肩窗大了一倍，但是个人认为啊，这肩窗完全是为了外表的工业设计所做的整体妥协。毕竟不管之前的 1.1 还是现在的 1.9， 作为一个信息预览来讲，都是一个信息可知但不可操作的状态，所以大多少小多少，实用性上根本不会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观感却是实质的飞跃。别看大这点，屏幕比例却变成了横纵比，在构图方面啊，要比上一代更加得心应手。虽说不能操作回复啊，但是它的息屏提醒这次做的是我真的特别喜欢，有几何图形渐变啊，也有这几个常规小动物，而且设计和配色都和你手机本身的配色搭配，最重要的是直接上滑调取 Samsung Pay， 然后指纹识别就可以直接支付，而且这个大小也完全可以扫码，可以快速定时、天气信息，还有通知栏插件，也可以向下滑快速静音调整视窗的亮度，也可以添加自定义的小程序，桌面插件能添加啥它就能添加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小屏幕可一点没有缩水，它也支持120赫兹高刷，而且它的亮度能在室外达到900多尼特，哎，真是个负责任的肩窗。 Buds 2外壳依旧是和上一代一样的造型外观，不出意外依旧通用保护套，全部都是白色壳，里面内衬撞色，第一入耳感比普入轻且舒服，主动降噪依旧是 98% 的过渡率，连接手机没有看到新功能，常规的信息通知与游戏模式无缝连接都有，快速环境音为三档，没有 Pro 的侧边敲击和语音检测，和前期猜测一样没有惊喜，价格下调，确切的说啊，定位和名字就是 Buds 一代和加的升级版。手表一共两款，手里的是白色，因人而异，个人还是喜欢 Watch 4，毕竟它继承了 Active 的极简，都是硅胶表带。但是呢，这两个手机今天提供的它不是国行，所以说连不上我的手机，我就没法看它的系统到底怎么样。但是通过国内官方先行者这个预告宣传，里面应该是不能用 NFC， 因为它没有宣传 Samsung Pay， 但是没有严格测量体脂。后期我们拿到国行手表再详细测试。说了一堆，我总结一下，两款手机啊都在上代的基础上对工业设计实用性做了更大的升级，大猩猩的加持和防水的设计啊，三代在可用性上我们不用再担心，毕竟 Fold 2一年还是很稳。 S Pen 在 Fold 3折叠的手机上使用感受、书写体验可以完全放心。屏下摄像头目前依旧看来不算很成熟，依旧能够在屏幕表面看到。目前市面的方案，你想看不到，那进光量一定不行；你想保证前置素质，那现在只能做成这个样了，看你怎么取舍。 Watch 4因为系统变了，所以这完全就是两个产物，需要手机更密切联系的，喜欢健身的，那这两种风格就看你怎么取舍。 Buds 2呢更像是 Buds 1和加的升级款， Live 和 Pro 可能是提供了不同用户的另一种选择。以上呢是新品速览，时间紧急啊，不全的地方还请担待，后面呢我就会出每次都有的先行者购买报告体验，告诉你值不值得以及国内的最终定价，后面呢每一个新品都有详细的测试体验。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